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방탄소년단 在 2021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 拿下了三冠王。 9月1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 MTV BMA， 防弹少年团获得了年度团体奖、最佳 K-pop 奖、Song of Summer 等三项奖项。这是继2019年以《长歌》的原戏获得最佳 K-pop 奖之后，连续三年成功拿下了该奖项。同时，防弹也成为本年度 MTV 共同最多受奖者。因为疫情，防弹少年团没有参加颁奖典礼，但是以事先录好的影片向 MTV 与阿米们致谢了。恭喜恭喜恭喜你们防弹！咔咔咔咔咔咔！恭喜恭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酒后直播的有的亲骨。有的亲骨成员恩纳索问喝了三瓶香槟以后，非常快乐的进行了直播。之后新毕业有参加，让很多粉丝们都非常开心。哎，너무你진짜얘귀엽죠진짜언니너무예쁘죠저희가옛날에는선보이지못했던저희의이런자유로운 음주생활을보여드리게되네요새벽째입니다새벽째인데저희되게잘마시네요여러분얘가좀미친것같아요너무귀여워가지고아짜증나저는소원언니를정말사랑해요신비야신비야저기요기다려봐기다려봐둘오늘굉장히예쁘네요야너너도진짜지금되게약간홍초생겼다이렇게지금내얼굴이어떻게나와메추리알처럼어메추리알같아이렇게하는거예요이렇게응这才是真正的闺蜜关系。秋恩也是很无力，恩娜也太可爱了。小女友们解散了，也不像是解散的感觉，真像是很长的空白期而已。只要再坚持一下的话，应该会回归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长得像七龙珠猫仙人的 Stacy 成员。 Stacy 成员 Isa 在网络上看关于自己的信息，笑的时候很像七龙珠的猫仙人。什么猫仙人是什么？是谁呢？很像啊，太像了。很像吗？好可爱，眼睛的角度好像，哇真像，果然是猫咪像。大家也觉得很像吗？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为了女友的生日这样留言，真的是一位好男人。祝女朋友的生日快乐，希望两个人能够白头偕老，天长地久的订阅点。